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社子无名早餐店，这是这一间店这边的样子。好，老板你好，那我想要那个蛋饼。哦，蛋饼可以再多加一颗蛋吗？在里面？可以啊，两个蛋饼。哎，对对对。还有三个。哎，对。然后加的那个蛋想要不熟。你冲蛋来荷包蛋。荷包蛋。好，等一下。这个荷包蛋不要太熟，那你另外放好了，要不要？啊、好。你就一个蛋饼，一个荷包蛋半熟。哎，对对对对。我加放了煎。好，谢谢。漂亮，来。啊，怎么就这样吗？啊，就这样，哎。好，那你等一下帮我弄。那这就是芝麻吗？哎，对。没关系，要用剪刀切。是，不要剪，不要剪掉。我要用剪，有一对。七七的，七七。好，谢谢。嘿。胡椒饼才15块，对，那我一个胡椒饼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生意蛮好的。来，谢谢哦。哎，谢谢。来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社子很有名的蛋饼，那现在就尝看了。啊，你叫滚哦。哦，我刚才在忙你，系啊系啊，对哦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吃的，要明天下班，明天来。哦。好吃。就是一个古早味的感觉呀、啊。分数我觉得是90分，蛋饼啊，再是胡椒饼才15块哦，超便宜。两个皮豆浆，用袋子，嗯，就这样。后天休息哦，休息。来，谢谢。那很便宜啊。冰的就好了。很小巧好吃，然后胡椒香气很够。你们要做不同的事，都好酸。啊，我觉得应该算是胡椒肉小烧饼了啊。分数是90分。这样子就好了哈。不错，4388，22。好，刚那个筷子没弄好啊，刚没看清楚啊。总之一针一管线条回来。就是蛮平价的，然后蛋饼油腻腻啊，然后烧饼香酥酥啊，阿尼啊。好，那休息时间在这边。哦，总共才58，超平价的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好，那在这边是社子市场。啊，公车站牌在这边，可以坐公车来这里啊。
没想到这个市场礼拜一还有开，那就逛一下啊。的社子市场，不过当然还有一些店家休息啊。餐点都还蛮便宜的。水果都很漂亮。全前桌一份是多少啊？大概300多块可以吃一半。哦，300多块，嗯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他说一条一份大概300多块。好，再就简单的逛一逛了啊，因为市场开的店家不多，那再走一下啊。
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刚第一家蛮值得吃的，很平价啦，但是可能就口味是比较普通啊，就平价好吃 ，CP 值高啊，应该说它那个价钱内的。